韩国待结束南北战争后与北韩的对立状态，成为世界上唯一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韩国从当时的废墟中走出来，由受惠国变为共与国。在将和平作为标语的世界上唯一的 UN 和平特区釜山南区，举行了第二届 UN 和平大庆典。釜山南区被指定为世界上唯一的 UN 和平特区，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国际和平纪念理事会的理事长 Kim Chang-hun 议员。我们 ISP 采访到了 Kim Chang-hun 议员。대연동유엔묘지일대가유엔이공식적으로명칭사용을승인하고또우리대한민국정부가공식적으로지정을한세계유일의하나밖에없는평화특구가되겠습니다유엔평화특구는그야말로세계유일의그리고앞으로는유엔이두번다시명칭사용승인을하지않기때문에앞으로도영원히있을세계유일의하나밖에없는유엔평화특구가되겠습니다유엔그우리평화특구에는전세계또유일의유엔군묘지가있습니다아시다시피1950년도에참전했던한국전희생자들2300여기가모셔져있습니다이러한숭고한자유를지키기위한숭고한희생정신을세계널리알리고또우리유엔평화특구부산을세계평화의중심도시로만들기위한일환으로이러한유엔평화축전을개최하고있습니다이전에는국제평화기념사업회단독으로주관을했습니다만아무래도부산시에서전문적으로축제를다루는기관에서그것을주관을하는것이좋겠다해서이번에는국제평화기념사업회와부산시축제조직위원회가공동으로주관하는것으로했습니다동북아의어떤갈등의중심지인우리한국에서이제그것도부산에서유엔평화특구가있는부산에서세계평화를핸들링하는그런중심역할을한번해야되겠다하는그런과정의일환으로앞으로축제를키우려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지금현재는이제유엔평화기념공원에2300여기의군인들이한국전당시에참전했던우리우방국군인들만묻혀있고또주로이제그분들을기리는행사가되겠지만진정한세계평화가이루어지기위해서는우리반대편에참전했던중국이라든지심지어는나아가서는북한과도나중에화해를하고그이렇게갈등을풀어야만진정한평화가온다고생각을합니다그래서앞으로뭐좀가까운시일내당장은안되더라도중국이라든지북한도우리유엔평화축제에참여를해서정말로그때당시에있었던갈등과미움과증오를우리부산에서녹이고진정한세계평화를이룰수있는그런축제가되기를기대합니다每个人铭记和平，为世界和平重生。第二届 UN 和平大庆典，包括 UN 和平音乐会、UN Peace Map 以及两天一夜的饥饿体验。现在 UN 和平大庆典升级为釜山四大庆典之一，希望釜山能够作为东亚与世界和平中心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ASP 通信包春玲。